放在很多，比如说像旺咖啡馆啊，或者是一些我们相关企业，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很多的橡木桶。那我现在这一批的橡木桶的话，它是桶位上面是宜兰的公主，所以可以看到这样有橡木桶三盒，然后旁边有一些三盒的和海胆等等。对，现在宜兰就是每天都下雨，然后你看到山上都会很多的雨。那我们右手边这边的话就是山上的哇，你设计哦。旋转过程中，可以确保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被均匀的燃烧到。
在燃烧的时候温度非常高，大概可以达到800度的摄氏温度，所以通常我们都站在外面。刚刚还是在走，但是不同的种子里面它有烧好的几度，它是在不同的。一个桶子，它在我们会控制它的烧烤时间，然后还有玉米的桶子状况不一样，我们会看它需要多大程度的烧烤，还有它多久时间的烧烤，能确保这个桶子 OK 完美。来，小心注意车子哦。要在这个桶子里面有足够的来，小心注意哦，注意车子。小心外面走到的车子哦。好，我们小心前面哦，我们要往前走喽。我们要往前走，到底最后位置右转，大家注意参观。像木材中，然后把木材变成它有点烧烤到有点那个氧化焦嘛，那自然它有活性炭的概念。然后有的放进去之后，它会吸取一些的活性炭，把它就打出来。也会有关系的。加油！哇，好多人啊！来，不好意思，注意车子啊，注意车子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上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好，我们要往前走，然后往前走。先让市场参观，我先让市场。啊，等一下。先让市场参观，等一下。时间它是2:30去。
要出一点，是要出一点的。没有没有，刚来的我们就是它的碳，它就是那个活性碳，它会帮我们去。回到挡光了，可是它会那个。两种。没，你这是我们标准的。哦。它这里有一件是你们烟熏的这种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是有非常非常重的味道，液体的味道，烟熏的味道。这个烟熏麦芽味道，它跟着威士忌之后，它就会自然带出那种烟熏的威士忌，这是我们熟知的爱雷岛的那一种风味的味道。标准标准。那是原味标准的麦芽。那我们威士忌的原料简单就是麦芽、水还有酵母，就是这个是酵母，酵母是基础的部分。那它也是用国外进口不同的酵母，去配出我们想要呈现的台湾的特色的一个水果风味。跟做面包一样吗？它的概念是一样的，我们先发酵，不过我们发酵之后是想要带出香味跟酒。酵母是一样的。其实都是类似，但是不同的种类。对对对，那这个橡木桶的部分呢，是我们用不同橡木桶，用一样的原料去熟成不一样的风味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像是写白兰地桶、葡萄酒桶，以前这个桶是酿过白兰地的，以前酿过葡萄酒的，但它吸饱了这个味。刚烤的就是我们刚刚的里面哈，这边在烤的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碳化的，像一个鳄鱼皮一样，然后这个时候焦化一点，然后自然而然它就可以有一些吸附这个不好的杂质的东西，像活性炭一样，它会吸一些不常的味道。也会带给是颜色的，就是弄好的里面，他会，我们的人会做一些那个检查，如果有肉的话，我们会有这个草倒出来就把它取出来，我们用芦苇花把它的洞去补起，做检查，然后这边。发酵好的酒也是不锈钢的，它健康非常的干净，然后很不破烂来它的酒厂。我们的系统里面跟那个老酒厂不一样，我们的变成全自动的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看酒。有，都在下面，全部在下面。那我们加入酵母之后，然后吃了会变成酒出来。现在它的其实已经有点形成像是一个啤酒的状态，这种酒精浓度还蛮低的。它是说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酒了之后呢，我们下一个部分我们就会把它拿来做蒸馏，那慢慢的把它做一个浓缩，把酒的趴数往上拉，这就是透过我们待会儿看到这个蒸馏器做的。一线蒸馏，这
是瑞幸这边呢，我们也都是用二次蒸馏，所以我们啤酒进来之后，我们第一次又跟又跟第一次前面的第二次，然后去做我们加热，这样慢慢就蒸馏出来的酒，酒精是非常高。因为他们全部要拉到对，因为他们全部要拉到然后把最好的那个酒精把它拿热。对，那我们二次蒸馏之后，我们会分成三段，酒和酒尾，还有一个酒心。那酒心的部分，我们就会拿到后面去装桶，让它去熟成成威士忌。好，这边都是从苏格兰原装进口，然后在这边打造的。他们的话都是元老级，在2006年的时候来这边，然后就开始在这个生产威士忌。那我们现在看到酒在跑的部分呢，可能就是我们第二次蒸馏出来的威士忌，那也是水的。那我们在另外一边看到不同的造型的这个蒸馏器，它是属于德式蒸馏器，所以他们是德国来的。那它的蒸馏方式，它会让酒液比较干净，所以目前呢是来做清酒，这个回到基酒里面的菌。然后从这边看下来，那我们蒸馏完之后，下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会到达生产厂部分。好，可能可以来这边小心哦，这边稍微注意一下，小心问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最喜欢来的地方，好，这边可以看到我。好，会，我等一下。这边是我们酒库储藏的地方。我们第一个熟成的仓库是在这个地方，大概有5000瓶，然后隔壁另外一栋5000瓶。不，我说面积到5000平，然后另外是大概6000平。那我们未来这个在明年还会再盖一个大概12000平的一个储存仓库，面积。对，因为宜兰的地震多，然后每一个桶子都它有两个八部的系统在做定位的管理，哪一个桶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很清楚，然后什么时候装瓶哈，大概很多，然后这个宜兰地震多了，对吧？四个八方，把它好再包起来。我们四个绑一起，然后会让它稳定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后半段这个系统，因为刚刚有稍微介绍一下，那这种的蒸馏器的方法跟苏格兰它就不大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设备这个系统，金通灵的系统都是用这个系统它在跑。那外观像这个萨克斯风的感觉，就是金通，看那孔是这样。我们找这些的这个蒸馏器都是大概世界第一名的，这个我买的设备都是最好的，对的，来做这些全是大酒厂，对的，对啊，投资交学费啊！好，我们往前哦，我们就往前，小心哦，小心你的脚步。现在往回看走喽。这点站久会不会觉得舒服多？应该会不错。要问你，问南方才知道啊。会不会对？你在这徛在遐，我哪拢在遐顶头，拢会来，我们后面没有下的，稍微注意一下哦，来稍微注意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对。
这里面不能带手机进去哦，所以我们就不能直播，我们在外面等哦。是 whisky 的熟成的那个工厂，可能是储藏库、酒库。对，所以不能够带打火机啊、手机都不能带进去哦。酒库还有静电的东西，静电东西都麻烦。对，怕产生静电有火花，很危险。不好意思哦，可以，手机要关，媒体可以，媒体那个手机要关进来，然后闪光灯要关，对，头灯不要关，手机不能关。要拍照就来。台北现在还有在下雨吗？嗯，在外面等一下。哇，今天我们就是，七点起床也到现在了。这个是最后一个行程，这个行程结束就可以回台北了。里面是可以带相机啊，不能开闪光灯啊。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参观哦，这个酒厂真的很大，然后刚才在里面的时候可以闻到很浓的酒味。嗯，台北雨停了，真好。大家都很辛苦哦，今天也有很多那个宜兰这边的志工啊，还有甚至从台中高雄来的志工，他们也是从早待到现在的，真的很辛苦。这个行程结束，应该在宜兰的行程就差不多已经最后一个了，就已经结束了。那阿北之后就要回台北，我记得他台北好像还有行程呢，所以真的当台北市长，当像阿北这样当的真的很辛苦。对啊，晚上阿北的行程在台北。嗨。很多爸爸妈妈都一家人了，都会来这边参观。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也可以来宜兰玩。好山好水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阿伯的袜子是那个馆长的之前送给阿伯的袜子。开车哈，嗯，你在拍哦？对，怎样？什么事？
我就问说回台北，那有今晚有管制几点管制？你知道吗？礼拜六好像没有高层载，礼拜天才有高层载管制。嗯，谢谢。参观酒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，就是也是可以让你增加一些知识啊。像之前住国外的时候会去参观那个啤酒厂啊，还有那个红酒的酒庄，都还蛮好玩的。然后也有很多酒庄啤酒厂啊都可以免费试喝。馆长的衣服去哪边买？就是去馆长他那边买啊。但是要穿馆长的衣服，通常要把体格练好一点。对，就是可能要壮壮的，有肌肉穿，不然没有肌肉穿的话，可能就是穿起来可能就是不会很好看啊。所以馆长的衣服可能也是看人穿啊，就是要有一个体格，然后壮壮的，有肌肉 muscle， 这样穿起来才会好看。所以买袜子就好了。是的，开车不喝酒，酒后不开车，这个很重要。等一下可能会有一点晃，因为手机可能要充一下电哦，大家忍耐一下，反正阿北也还没出来。以前小时候啊，看到这个 logo， 我只会想到麦根沙士。但是现在这个就是有做 whisky 了，对啊，所以真的是不同的时间点，不同的产品线会出来。还蛮喜欢喝麦根沙士的，味道非常特别。麦根沙士在美国叫做 root beer， 如果你去餐厅点 root beer， 端来的就是麦根沙士。对啊，阿管的衣服都有那个很鲜艳的那个图案，或者是那个很大的骷髅头。希望下次可以去台南。小编熊熊也是很想去台南，因为听说台南有很多好吃的，然后台南也是有很多漂亮的建筑物啊。希望阿北之后有台南的行程，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去了。宜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空气比台北好很多。对，大家有空可以多来宜兰玩哦。阿伯从这边出来的话，应该就是等一下就是开放跟民众合照的时间，可能也会拍个半个小时，因为我刚才看排队的人数非常的多。大家来宜兰玩的时候，也可以去那个宜兰的梅花湖逛一逛，那边风景很漂亮，然后可以在那边骑脚踏车。梅花湖上面有一间很大的庙，叫做三清宫，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去那边拜拜，好像叫做道教的总庙吧，三清宫。那边看下去梅花湖很漂亮哦。
嗯，好啊。一年前的现在啊，熊熊那时候只会用照片跟文字记录阿北的行程，没想到一年过后，现在就是要用直播，然后要用影像，然后要口述的记录阿北的行程，所以一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些生活模式了。阿北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就会回台北了，哎，好像出来了哦。阿北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刚手机放在这边，记得妈妈手机要带，手机要记得带。我也找自己。有一直跟在柯P的身边，你一定会进步的。希望一年后有 SNG 车，可以直接开着 SNG 车做直播。我们现在要走进去九堡，古堡的堡，九堡。Whisky Castle。哇，这里面冷气很强哎，好冷。阿北现在又在这边当人形立牌，跟民众合照。OK， 好，谢谢，下一队，下一组。OK， 好，下一位。来，靠近你哦，三、二，好，下一组，下一位，来，三、二，好，下一组，来，下一个边，三、二，好，下一组，我记在这边，好，一起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下一组，手机接上，好，下一组，等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下一个，不是，三二一，等一下哦。
好，谢谢。这盒子还可以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可以下一个吗？小心哦，慢慢来。看这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妹妹在这里。妹妹在这里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？好 ，OK 啊 ，OK OK， 好，近一点哦，比爱心哦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各位，小心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左右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下一组哦，来，在这里。甘蔗哥爆炸，甘蔗哥爆炸。排队的人有绕了一圈，所以应该也是有两三百位吧。这边哦，比个赞，抓个头。好，还有吗？抓个头，抓个头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两边都可以站哦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下一组。好，下一组。来，五秒三，二，朝下一组，你来给他，来这边三，二，一，朝下一组，三，二，朝下一组 ，OK， 来，一起，三，二，好，下一组，来，好，三，二，好，下一组，自拍，来，自拍呀。小心，同一只，同一只。好，好，有开吗？看。密码要解锁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不要人质。上去。好，快点。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来哦，两边都可以站哦，还要拍你。二三，来，弟弟看前面，耶！谢谢，两边都可以站哦。三二一，好，扭转一下。待会儿再扭转一下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这边来直播吗？啊，没关系。三二，好，谢谢。加油。三。二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谢谢啊，下一位哦。对，你叫他都要从医院来，对不对？三，有几个需要你过来？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
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来看这边哦，三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同一台手机吗？这个是谁的手机？这是谁的手机？来看这边，看这边。那这是谁？这是谁的？看前面。好，谢谢。来这边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这个，这个。你是粉丝团直播呀？嗯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来，靠近一点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。下一位，来看这边哦，三二，下一位，来左右，来这边，三二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，两个，好，来三二，好，下一位，好，来来来，小妹在前面哦，小妹在前面哦，来，在前面哦，耶。看前面，好，谢谢。看前面哦，三个。哎，甘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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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拿，是他们的，他们的，他们的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三个，高手，好，谢谢。高手，抓头，抓头，三个。好，谢谢。三二，好，下一位。李燕，好，下一位。来，我讲。好，靠近一点，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。刷头，好，谢谢。来看这边哦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哦，三二，哦，好，谢谢。收线。来，听我先看一下。来，三二一。好，谢谢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。下一位哦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三个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再投一台。解锁一下。三二。他等一下好。哦，好。一样的吗？一样手机的。一样的。新的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好，下一位来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两个人单独排。啊！看这边啊，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两个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就把爱心，爱心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先一个，再两个。好好好好。哇，大家都要这个姿势，在那边，大家都要比这个姿势了。合照，合照。三二一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今天，阿妹，哇，谢谢。好，哎，刚才刚才那个是他的，是他的，下这个人。是三个，一个人一张，然后再三个合照。好，是一个人一张，三个人，然后再三个合照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按一下，很多张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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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赞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分两组照，分两组，这个会抢两组。小朋友在前面。
小朋友在前面，小朋友在前面哦，可以哦，三二一，好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来看这边哦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爱心。三二，好，谢谢。四个好，四个要好，好，下一位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一个赞，一个赞，二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先一个一个，再来，来，这边，好，这边来这边，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好，好，靠近了，三二一，好。四个一起，四个一起，来，看前面哦，看这边哦，三二一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下一组，下一组，第一组，第一组，好，三二一，好。三二一，耶！好，谢谢。好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好，姐姐，妹妹，看前面，耶！好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来这边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手机，三二，好，谢谢。先照一个人，然后再三个人。好，来，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好，下一组，全家人，全家。好，三，二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两个单独，然后再一起。OK， 来，这边哦。等一下，下一位是吧？三。好，下一位。等一下，来，OK， 好，谢谢啊。来，再一起，一起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下一组。小朋友，在前面。小朋友在前面。你在那边拍，在那边拍。来，我看前面哦。前面，耶。结尾，他结尾。好，我这边好了。谢谢。这边好了吗？哦，还有一组，还有一组。这是他的手机吗？这是他们的，他们的。爱心，爱心。然后这是下一组，这是下一组。是不是？好，下一组。好，谢谢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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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来，看这边哦。谢谢。看这边哦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三二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等下怎么改？大家忍耐一下哦。不用不用，二三。不然我们会自己排，我们会自己排。两个人。好，看这边哦，弟弟靠近一点哦，三二，好棒哦，这边好，谢谢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他要换三种盲拍吧？哦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来。看这边，一二三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，三二，好，下一个，三二一，好，好，看到自拍，看到自拍，好，这是他的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两股现在喝烧烤，然后晚上好，好，
好的 ，OK， 先请。他是。1、2、3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努力。下一组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努力跟前面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三二，好，谢谢。来吧，妈妈，哎，帮我拉，我等一下。这是手机吗？我这是手机。好，来，欢迎，来看这边。放假。OK， 好。有，刚才有外国人跟阿伯合照。来，放假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两个人坐到特别拍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一、二，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等一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好。OK， 好。阿伯看阿伯，阿伯自己拍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一、二、三，等一下，再一张。好，谢谢。来看这边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谢谢。看这边哦，下一位，三、二，再一张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拍照环境很舒服，因为里面冷气很强，不会很热。好，谢谢。这边这边。三、二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之前拍照的环境都是户外，然后人很多会很热，然后这边的拍照环境的话就是还蛮宽敞的。三二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分开哦，等一下。来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。啊，你不要放跑回来。三二一，有没有再这样？好了，好了 ，OK 了 ，OK， 下一张，三二。好，下一位。欢迎啊！这是下一个。来，看我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二三，好，说谢谢。谢谢啊！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握手，握手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在前面哦。三。耶！好，谢谢。好，走，好，走。握手。边三二，好，好，谢谢。1-2，1-2，1-2，1-2，好，这是1-2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谢谢。好，看这边哦，三二，好，下一个。这个1-2，2-2，3-2-1 OK， 好，谢谢。三二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。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。爱心，爱心。三二一，好，下一位。好，前面一点。三，啊，抓头。三二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看这边。来下一位。三二一 ，OK。下一位。耶。三二一 ，OK， 下一位。下一位。好，一直还有。OK， 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来看这边哦。赞赞。OK， 还有两个。好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好。
OK， 好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，小弟弟，来这边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好，记得手机，谢谢啊，两个单独，单独，单独，来，来，抓头。OK， 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哎，等等，看看，对，同一只手机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还没有，来，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啊，来过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用，来，再一次，三、二，一起，他们两个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好，谢谢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开门，我骄傲。要真一点哦。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那这只手机是你的吗？同一只，同一只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麻烦下一位。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比个赞哦。三、二。好，谢谢。下一组，下一组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组，鼓掌。来哦，赞。好，谢谢。五位，然后你好。好，谢谢。好好好。来，三、二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两组的，两组的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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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，下一位就把它放出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下一组。好，下一组。靠近一点哦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下一个，抓头。好，谢谢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看这边哦，三、二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爱夹子，爱夹子。好，全家福，全家福，爱心，爱心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那个，孩子的，这个，他的。刚刚没有成功。哦 ，OK， 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来，看这边，三、二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搭肩，搭肩，这边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拍我会签名。好，来看这边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搭签名，搭签名。手机给他，签名，手机给他。他是签衣服，他要签衣服啊，签衣服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好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然后更好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。谢谢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好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谢谢啊。好，拿板子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全家福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来，妹妹过来啊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来，集合，集合，集合！好，拿板子，拿板子。好，来，板子拿起来哦。那等一下，还有哦，在那边好。不要遮到脸哦！哎，弟弟前面，弟弟前面，有事吗？来来，有全部没看这里？画家，耶！好，有，有，有 ，OK， 好，谢谢哦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来这边要看看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好，下一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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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请进去，他有拍到几组？来看这边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这边好了。
好，麻烦你。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全部。来，同一组，比横的，横的，横的，横的趴脚下。来，好，好，比的耶，抓头。好。多拍几张。可以。好，都有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都有拍到，都有拍到。好，签名，签名。这是谁的？这是他们一起拍的。哎呀，他们下一位。这个是三，看这边哦，看这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两个一起合照。一组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两个单独，这是等一下的，他找签名。好，来，来，二，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好，下一位，没了没了哈，两个人一起，来，三，三，二，一 ，OK， 谢谢哦，下一位，两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哦，三。下一位都可以，好，两边都可以站，两边都可以站，两边哦，三，靠近点，三，二，一 ，OK， 好，签名，签名，这签名，然后这是下一个，这下一个，我要签名吗？这拍照我要签名。快加哦！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好，加快，加快，下一组，下一组，哦，两边都可以站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哦。我靠！好，好，快加哦，快加！看这边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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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哦，都加，都加，下一位哦。来看这边，三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哎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闪，那闪，那闪。来，等一下哦，三。二一，小蛋饺对焦有点慢。好，谢谢。两边都可以站哦。两边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好。来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他要签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你等一下。哈哈哈哈哈。真的很贵。好，看这边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来，看这边哦，三、二，好，谢谢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啊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天天啊，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啊，靠背，靠背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谢谢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看这边哦。来看前面哦，比个赞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签名，签名。来看这边哦，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手机，手机。没有。志工集合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要放我了。
好了吗？好了哈，最后一个了哈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最后一个了哈。他们依然大合照，来，好，赶快，全部上去，赶快，赶快去拍。我就说最后啦，不然不要，没有，现在就大合照 ，OK OK。全部，全部，你们依然，依然的，依然的 ，OK OK， 现在都进去。那你这只手机要干嘛？这只是谁的？你自己要照他的，没有，全部，没有，就是维尼嘛，没有那个姐姐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有，他们在签的，好好好。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。没有，大家帮妈妈拍拍，妈妈。他会留那个头发。好，来拍照，拍照。来这里，这里。来，拍照一下，阿贝。哎，这样，阿贝，前面，这样，阿贝，前面。哦，第一组，第一组。哦，哎呦。好专业。耶。好，那个全部上，一来的志工，笔呀笔呀，笔啦，你要签名没带笔？好，那个一来的那个志工来到前面来大合照，快点，帮他们拍一拍啊，快点。还把人全部挤进来了，把人挤在干嘛啦？所有的群众都有上，你所有的群众都有上。好了，我就准备那样子，你先把。好，远一点，离我后，大家。来，所有的志工全部都进去。来，小心，小心，站着。你先走队，还要下一个跟这里哦。好的。你要蹲下吗？没有。好了，OK。依然总部。蹲着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，我爱你，李总，谢谢你，我给大家带回去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这边，我爱你，李总，谢谢你。看上面，是一张纸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就播到这边结束了，先关直播了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